在禅宗里面讲，不依六根，不依六尘，不依六识，二六十中无所依，这就是修行的关键，这是修行的关键。如果你依靠六根啊，依靠六尘，依靠六识所起的这个妄相妄执，那么永远断不了。所以万法回归当下，直向无心，哪里都是大般涅槃。若当下不得大般涅槃，表示这个人仍然在寻寻觅觅啊，早就不是佛性啊，推论也不是佛性，猜测也不是佛性，逻辑也不是佛性，观念还不是佛性，一切执着妄想颠倒分别都不能以如来真心相应，必须之下无心。所以智慧与解脱是生命的宽度，就是讲理上